问一下，你是哪一组？太阳组啊。你刚说68年次的哈，对，爸妈都太阳吗？对啊。妈妈娘家是这边还是别村？我妈妈是大湾的。哦，大湾罗浮上面那个大湾。对。哦。啊，我爸爸是这里的。爸爸是这里的哈。对。那你现在对是种水果种菜？我们家嗯，都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竹子的比较多了。哦，竹子，砍竹子还是竹笋？不是啊，地有14块，可是我们很少，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做。哦，那有时候可以请外面的来做啊。对。哦，那我来跟你请教一点，先介太阳鱼名字。马代。马代姨妈。啊？马代爸爸后面。爸爸的名字，人家都叫我小马代。不是，你爸爸叫什么？马代啊。五大师，哔哔哔哔，五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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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大师，哔哔。你叫什么？我也是马代啊。马代，马代啊。哎呀，我都叫马代啊。对啊。哦，那个国语名字可以介绍吗？我要打关键字。口天武。嗯。吴宏伟。红，宝盖红吗？红。江鸟红。哦，红，哦，那个。伟大的伟。哦，吴宏伟哈，你要看镜头哈，不要是看在地上啊。我要看这个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看这里，你先看镜头，要你的镜。那我来问一下哈，今天现在有下雨哈，那个下雨怎么讲？刮啦。早上有起雾，起雾怎么讲？起雾叫黑雾。黑雾。哎，雾的意思。那个，那雾有时候很雾很大，怎么讲？雾很大，很浓，有时候这样。这个我就不会讲了，看不见。对啊。好好好，那你就这样打，不要排五啊。没，你就走过来，正常走过来就好了。要排五啊。走最快。哎，这是这边叫什么？哈什么？哈龟，哈龟，哈龟。这边哎，卡拉。哦，卡拉伊夫斯哈。卡拉伊夫斯。哎，看不见怎么讲？你都要米大。哦。你都要米大是看不见的。那个很潮湿怎么讲？有时候都火压，火压。哦，那个很冷，冷度。哦，那个风很强，火霸杯会，火霸杯会。哦，那个你们这里山很高怎么讲？我们都是讲马压。马样是山了，哎，很高呢，很高哇呀！那你们这个上来那个路很陡哦，很陡怎么讲？很斜。哎，那个叫土地啊。啊，土地啊。土地哦。哦。哦，那你们这边有种那个水蜜桃哈？对啊。有桃子的讲法吗？李豆。李豆，那是日语还是泰雅语？这个应该是传承于日本。那个。很甜，怎么讲？死病。吴大师比比。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，叫大师啊。他妈妈叫啊，不，他的老婆叫 BB。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啊 ，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死病。对。哦。那个，等一下。那个打猎怎么讲？打猎，我们通常都是怎么说的？你帮我转过来一点，因为那个太阳过来会黑黑的。你的脸过来转这边，因为逆光。米烙。米烙。对。
我要去山上打猎，一句话。因为我们应该是米绕，应该是讲陷阱的意思。好，去那个米绕。那那个烤火怎么讲？煮面。哦，那个很温暖怎么讲？有时候穿好厚的衣服或棉被，很温暖。那个烤木头的房子，房那个柴房很温暖哦，里面温度比较高，很温暖，不是很热哦，很温暖舒服的。很温暖舒服，我不会讲，我只会讲底度就是很热哦，很热，嘿就是身体哦。那你们这边接很多那个，还有一句叫 Lux Lux Hey， Lux 什么？就是很温很舒服的避世哦 ，Lux Lucky， 这边接很多那个山上的水，那个管子怎么讲？你说不下，就是那个管子水管、啊，水管，水管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那个果子狸贝要讲，果子狸怎么讲？果子狸哦，可不。白鼻星，对，虎虎一样吗？那个有狐狸这个字吗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流着汗水，默默辛苦地工作。你是不是想我，就算受了冷落，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你是不是想我，整天忙着追求？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，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？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，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，对爱的执着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希望在动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你是超级梦。这话要听我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听我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没有狐狸这个字。山上有那个什么白鼻星，就是像一种狐狸啊。山上是有那个雕吼，那个雕怎么讲？雕就属于白鼻星那种。哦，穿山甲。
哦，穿山甲，穿山甲我们这边没有，要在罗浮才有。那个有讲法吗？不知道。水路。水路没有。那个飞鼠。亚碧。松鼠。松鼠。叫。松鼠叫。一时忘记。一时忘记。老鼠。狐狸。那那个黑色那个蟋蟀怎么讲？黑色的那个，像蚱蜢那个，是黑的。我们都是讲古脉的。哦，古脉是虫的意思哦。对呀、啊。苍蝇怎么讲？苍蝇也是古脉啊。哦，也是古脉哈、哦。嗯。那个，回家怎么讲？现在很过年都回家，回家。回家。嗯。都萨达那善。那善是家是？那善是家的意思。好，那个，好久不见。我想你咪哒。那个，早点回来。台湾阿善。那那个什么，过年怎么讲？过年我不会讲呢。红，那个红色怎么讲？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？哦。没有，就在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翻？干你娘哈！九问雅亚树。哦，超级掰要怎么翻？超级掰是九问比比。打蜡。那个包包怎么讲？红包。嗯，用红色的包包就好。或红色的袋子。红色的袋子叫打蜡的 the bin。哦。袋子是 the bin。哦。那個、红色是打蜡，钱怎么讲？比蜡。发财可以怎么讲？发财我不会讲。就是得拿到很多钱怎么讲？比玉来比蜡。哦。很啊，万古比玉比蜡。那个很有钱怎么讲？很有有钱人。好雅的。有钱人的。我相信有钱人，有钱人怎么讲？应该是就比如吧，就比如，就比如比拉黑呀。Hello， 你是游民呐、啊？远投手，游民。那是生命的意思。你是生命呐、啊，五大师这边土地是你的。这怎么念？五大十比比？怎么念？五十大比比？那如果现在有人买那个乐透哈，乐透前几奖，中奖怎么讲？那个我不讲。哦。我又不是在搞乐透的。啊？我说我又不是在搞乐透，我不会讲。哦。那个什么，亲戚，现在很多亲戚回来，亲戚怎么讲？亲家。一时想太多了，讲不起来了。但有时候回来说，你会问那个小孩子说：“你不认识我吗？”怎么讲？你是吧，滚一滚。哦，小时候都是我在带你的，怎么讲？你是个书院。嗯。十岁跟熟人是，一个是长辈，一个是晚辈。那个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哪里啊？有哪里？哥走，第三方。来车，我不要理他们。来，我们请真的对着最后一个来比，来一杯，请几个劲。
要叫小梦说要多学泰雅话，怎么讲？要多说泰雅话。要多说泰雅话，去学校学啊。不是不是，我说这句话慢翻译。有时候跟他讲说要多讲泰雅话。Bas keman dayan， 那个话叫做 Bas keman dayan， 就是母语的意思。那个酒精中毒可以怎么讲？怎么翻译？喝酒到喝到中毒，毒怎么讲 ？You。好，那如果喝到中毒怎么讲？喝太多中毒那样。没有的，我的印象好像是。给力那不过路，六角那不过。那酒鬼怎么讲？酒鬼。哦，那个，呕吐。不大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大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在学校偷拍的。是吗？啊，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，然后。上传以后，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。啊，那个字是你写的吗？还是不是？别人写我，应该不是。别人写你的，啊，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！你拍了影片，然后说，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，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，什么鬼？那跟影片有关系吗？你做的啊。两边夹就是另外的事情。你是写叫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吧？是我频道怎么了吗？所以频道是你的，影片是你上传的，新闻旁边没有，影片是你做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？就是这个事情呢、啊，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一个录影干是不是？你那影片我有在录影啊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这样弄对吗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对了吗？你这样对吗？事情是干嘛？你想看闹什么？在我们这里是干嘛？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不要假信息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。我等下回来，我看到你看看，我一个试试看哈。玩笑，那个有的喝到胃出血，胃出血怎么讲？不含在肚里。哦，那有的喝到那个长痛风石，那个怎么讲？哦，身上那个一颗一颗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德鲁古叫布鲁，你们叫什么马贵还是什么？不是，我们痛风是叫那个布固。哦，布固。中风怎么翻译？中风不会翻译。那个，因为中风我们通常……那有的喝到那个脑袋坏掉了吼，亚克多诺失忆了怎么讲？亚克多诺。哦，那我怎么被晕了？嗯，哦，那是我的晚辈。哦，好，那晚辈怎么讲？我刚刚不跟你讲，一个是十岁。哦。那个吸毒怎么讲？像现在有的在吸毒。Maniac you。Maniac you。那个，我们讲那个偷木头的叫山老鼠，山上的老鼠怎么翻译？啊？山上的老鼠，老鼠怎么讲？我们不会讲这个。不是翻译了，我要翻译那个，他们有时候警察会拉那个红布条嘛，他要用那个泰雅语宣导，趣味翻译啊。好的，好耶。哦。那个以前那个捕兽夹怎么讲？有没有泰雅专业的知识？格度。那个钢丝缆那个绳子，我倒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我对不起好多人。
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好了，够了，好，最后几句了，那个，太阳话谢谢怎么讲？蛮害羞。哦，蛮欢还蛮害羞。都可以。哦，好，嗯，等一下要回去喝吗？没有啊。那个要回去看一下。那你现在都在山上工作，还是要回市区工作？没有，都在山上工作。哦，那在家里面有没有教小孩子或晚辈太阳语？他们都会听啊。不用教，他们都会听。那有没有那个小朋友很厉害的，讲泰语很流利的？有啊。哪一个？那个报名字？国小或？学校很多啊。哪有谁？你报名字给我，我去找他。我怎么可能报名字？有很厉害的吗？有啊，这边的小孩子很会讲母语呢。我七年前来都是零分呢，就只会一点点。不是我，他们会对话聊天那种。会啊，很厉害，怎么讲？恭喜电来。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大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大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都告诉我来。哦，好、哦，那你们那个悬崖怎么讲？有时候去山上。神啊！神啊！危险呢、啊？啊？很危险。忘了。啊？忘记了。忘记了怎么讲？冷烟了。哦，想起来了呢。把父母了。那个装傻怎么讲？有的欠钱不还，装傻。装傻。对，装笨这样。装笨，装傻。给心呢？那个都叫打力母架跟搏斗、哦。那有的那个现在有的会打麻将赌博，赌博怎么讲？那我不会的。赢了跟输了怎么讲？啊？赢了跟输了，有时候拔河啦，有时候打麻将赢了或输了这样，或射弓箭第一名赢了。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？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。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三零零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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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输了，没有这个成语。哦，哦，哎，忘了，没有这个成语。好，那这个好了啦，这样够了啦。好，那个用母语，最后一个用母语介绍一下，说那个。拉拉山华林村是怎么样一个好地方？你要介绍风景啦、水果啦什么，用母语简单介绍一下。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玩这样。我不会讲的。啊？我不会讲的。真的我不会讲。好，那最后教我两句好了。帅哥怎么讲？美女跟帅哥。漂亮的女生怎么讲？漂亮的女生，美丽的女生，漂亮的内定吧。哦。你是超级棒。
不可以睡雨？我们有车，麻烦你关机好吗？怎么讲比？啊，我还被录音呢。什么是怎么样叫做帅的男生？那忘了啦。你是住旁边啊？我住旁边而已。那个，只要有人可以分享母语，再帮我介绍一下哈。啊？有人愿意分享母语，再跟我讲。你要自己主动去找人讲啊。嗯。好，那你早上是喝什么？啊，你早上喝什么？喝饮料啊。宝丽达，随便的。哦，好，那谢谢哈，蛮欢迎哈。你说吴红什么？不要讲我名字嘛。那那个手机我要设关键字，你才能看得到影片呢、啊。我不需要看。你哪里毕业？我，接受国中。八里国小接受国中，大成国小。高中念哪里？大成国中。八德国中都没有毕业，你念好几个国中哦，三个啊！用掉，加油！正确！中心的年轻人是这样子，如果要再喝，加油！你喝到底，吉隆加油了，吉隆是吧？吉隆，我的爷爷，吉隆，吉隆，吉隆。什么大城又八零又什么几个国中？我念过几个国中？介寿，介寿，大城，八德，还有呢？是念三四个、哦？有没有去转学？还是爸妈工作跑来跑去？转学哦，自己不学好。哦，比较顽皮就。哎。打架、哦、还是干嘛？啊？还是没上课？没上课，去逃学，到处玩。哦。哦。哎，会不会唱流行歌？唱几句分享一下。好了啦，不要了啦，我要回去。好了，那下次有机会碰到再拍你哈。不要再拍我了。等一下，多分享一下嘛。全部的网站都有我的话，我就找你。这好事啊！好，我们划一手哈。嗯。你是泰雅族？当然。爸爸妈妈都泰雅族吗？当然。螃蟹呢？螃蟹是那个嘎什么啦？嘎浪。不是。啊？螃啊？在乱念，真的，我们跟阿美族都不一样。再念一次螃蟹，不要啊！再念一次，不要。螃蟹，小蝶，小鸟，小鸟，乌达斯，小鸟叫乌达斯。再讲一次，小鸟，乌达斯。你是超级棒。
刚全身边都在照，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。OK， 谢谢你。公开活动讲了吗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你，谢谢你。香港交代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香港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香港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次，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，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第二道延平乡，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。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。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，第八道，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李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，我现在要摄影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就算，好吗？我也问你。